讲恁两个到底是安怎莫名其妙的安尼高高低，都跟你讲我唔是什么正妃啦。这位，你八魂都气上了。哦，你讲这样、啊，之前跟王家小爸留落来纪念啦。我有法度证明伊是正妃。刘政委啊，表母，你到底是在创啥？你今日真正足反常的呢。正妃多手。有些多想的伤痕，我讲你真正受过伤过啊！方董事长，你当当一个大头家，你的行为这么丑陋，连上基本的尊重拢无，这种公司谁人敢跟你合作啊？亚母，后起社长是谁人跟陈静辉做成尔？伊不是陈静辉，你做代志这么冲动，好合作机会拢给你毁掉啊！你讲屁！你唔知影找到正辉中兄弟来讲我重要。手的伤痕要消毒真简单，啊，不过伫个你的身躯顶有一位的伤痕，伫个我，还佫大兄的心内，是永远拢无可能会消失的。大兄，这里。为什么手下？你的巴肚顶面是不是有枪伤？让我来证明你是阿不是正妃。马斯克，走，你拢起笑。凯撒里阿姨，原来你把阮留落来，就是爱阮来参加这个鸿门宴啊！你是不是想要报复我？我伫日本的时阵，其实也跟你合作。所以你才让我安琪有这种侮辱。恁两间公司加加起来，资产上无嘛几啊百亿，还唔够恁的品格，所以百姓拢唔值。台湾企业家银子拢去恁吃了了。纳米，这拢是误会，你莫生气。信用，我知影这件代志对你来讲真重要，啊，不过敢要了不甲这样歹看。社长，副社长。我知道我的行为会让恁真生气，我跟你认识的，杨哥，请恁体谅。因为庆辉是我跟姚父真重要的兄弟，为了要找到伊，这门也是我跟姚父，也是庆辉的母亲20几年的愿望。所以我伫这恳求你，请你原谅，让我看在你巴肚顶面。是不是有庆祥？无论是唔肯答应，敖吉社长，虽然你徛伫我面头前，但我伫我眼中看到是以前迄个，不是会叫我大兄，永远是面带笑容，对人永远是真心善良的兄弟。我欠政府的，这世人拢还袂清。为了要找到伊，就算讲我卖甲上野集团合作，我嘛甘愿。是嘞。高马贵，是的。拉米，我清修，不可能啊！你们是金辉。
莽撞的疤痕啊！看清楚，这文件搁想要看到，想要看到，我通让你看。真正死鬼超怪啊！我家所做的不良，我永远落记的。还有，这件代志，我绝对跟我阿母讲。那咪失礼啦，你莫生气，这拢是我唔对。我讲你宣发集团真正是名不虚传的，嘛不怪啦。有这款的爸爸，叫都嫁出这么重财、有财情的家底啊！我嘛好心提醒你，最好赶紧找家专业经理人来还你的公司啦。啊，若无公司搞这对家底啊，早晚扣你母倒去。南美，走。南美 ，OK， 小舅，等起来了，不要干涉，把手到了。伤势有足紧急的，啊，若无大病院设备，就无法度动手术啦。啊，我知影护理队伍你真为难，要啊，是我知影，啊，也毋过，敢袂当拜托你去甲郭主任讲一下啊？啊，好啦。妈，我怕是袂用的。小春，你莫着急，妈给想想办法。咱爱相信冠姐一定平安无代志吼。看来刚才当拜托副总啊。冬雨，我拢一定不敢看好你，你跟我要紧啊？冠姐出车祸啊，受伤足严重诶！什么？冠姐出车祸？伊去有人送来这间病院，无法度替动手术，所以转去大病院。啊，不过即卖无大病院当收伊。哪有可能有这款代志啊？阮阿姐真，拢无法度替伊转院哦。阮连着袂着分当处长。哪呢，冠姐，即卖你都进病院。好，我马上来处理。两个人看安怎互相依赖，拄到难关，无款势嘛无法度救命。啊，不过有一人只要讲一句话，就会当把人为鬼门关救倒转来。现实为什么这么残酷？爸，阿姐你嘛在哦。珍妮，你跟世大讲话就是种态度，无礼貌，无怪得罪人。我只是心情不好，我是得罪着谁啊？东京上野集团阿欧去社长，伊拢甲我讲啊。这边哪有可能？阿欧去社长生作是圆啊是扁，我拢唔知呀。搁再讲，我若是拄到伊，我一定会请伊坐大轿，送伊来甲你见面啊！爸，你是搁听啥咧胡白讲？阿姐，原来你伫阮家哦，现在你甲阿姐拢会接电话啦？发生什么代志啊啦？冠姐出车祸啊！阿欧小姐，南米，我知影恁今麦心肝来，你感觉足无欢喜的。我代表信强，我代表姚母，向你回谢嘞。哼，龙耀义，你莫安尼讲啦，太过客气啊，恁时段呢，连累阮阿个婆承担袂起啦。真正甲陈静辉生作一模一样，
顶下甲伊见面的时阵，伊挂口罩，我才无发现。对就是对，唔对就是唔对。美女，阮是时代就靠势，等到应该搁较清楚做人的分寸，安尼才能互时势尊重。嗯，啊，伊真足好嘞啦。问题我看饭档还佫有酒档的，因拢无参像是你所讲安尼俩。唔是啦，阮爷母哦，今日唔知影是毋是沾着药啊。今仔日信强甲姚母确实失去控制，嘛真正足失礼。啊，不过因真正是有特殊的状况，才会出这种意外。希望两位会当给我一个机会解释清楚。说说去啊啦，代志拢已经发生啊，莫阁讲啊。嗯，我即马真好奇呢，真正想要了解一下到底是发生啥代志啊。多谢谢，最好这个机会。信强、姚母，还有陈进辉三个人是隔壁兄弟。20几年前，伊三个人去东南亚做生意，结果陈进辉发生意外，三个人去，就干那两个回来。大嫂，这当时发生的代志啊，我哪会拢唔捌听姚母讲过啊？这件代志对信强、姚母来讲是一世人的遗憾，因为陈进辉对因来讲。就跟他亲兄弟同款，所以因看到阿姨去小舅，才会失去你弟。是讲我跟迄陈静辉跟真正有生啊，这是吗？对啊。啊，若无因两个袂这么激动。其实这就是一场误会啦。换一个角度来讲，是天公伯安排。虽然因两个今仔日真正足无礼貌的，啊，不过嘛看会出来，因两兄弟真正重情重义的。伫咧生理上要找到这款的合作对象，真正足困难的。今仔日咱甲代志讲好开，日后上野集团、盛发集团、大发营造合作起来，就是双赢局面。阿姨，我来只讲你是诚心诚意要来回事的，原来阁想要讲合作啊。这对咱来讲，敢是讲一件代志。阿 K 小姐，你讲嘞？阿姨，我伫咧餐厅的时候已经讲啊真清楚啊。不过你搁看哪讲，嘛无我都改变酒当处长，还佮有饭当处长，当场不落我红。还佮有啊，佮加上恁囝佮恁查某囝对我红阿某嘛真无礼貌。是嘞，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训 Jenny 还佮 Andy。拍摄，我叫做等位。姚母，伊知影咱两个做伙啊，想得较好啊。我嘛唔知影嘞。啊，拄食伫个餐厅的时阵哦，做一张的卡入来，我嫌烦，所以我关静音啦。姚母，我甲嫂啊伫咧后去小酒饮，关静安怎？好，我今麦水过。关静安怎？关静出车祸，今麦人伫咧病院。